Hello，大妈大妈，阿巴嘎巴，赛亚明高，过来伟勋叔叔这有一个多星期了。这些天里，我在这边吃了很多印尼美食，只要叔叔阿姨他们出餐，我都会吃好多食物，实在是太好吃了。我每次都把肚子吃得鼓鼓的，感觉自己都快胖了。今天的天气不错，比较凉快，可能是因为昨夜下了一整晚雨的原因。这样的天气当然是最适合外出跑步锻炼了。呼吸着清晰的空气，感受着凉爽的微风，我都有些迫不及待了。那么，阿尤达曼达曼，我们一起去跑步去吧，Let's go！所以你一个人在这干嘛？在看我跑步吗？待会儿要不要跟哥哥一起去公园去锻炼？对，你早上吃的啥？包子，还有鸡蛋。那待会儿你吃完早餐要不要跟哥哥一起去锻炼？要，那你快点吃完吧，哥哥等你一起过去好不好？因为吃饭特别慢，吃早餐可能会快一点，平时吃饭都要一个多小时，等他吃完的话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我们先去跑两圈吧。咱们听叔叔讲，附近有个公园，菲菲她想过来这边玩一下，我也想过来这边跑下步。我们现在就到这边了，这边有山坡，还有宝塔，跑起来的话特别的带劲，然后风景也特别的优美。咱们现在我准备跑到山顶上有个塔的那边，菲菲要不要跟哥哥一起过去？那我们走吧。快来快来，还跑得动吗？哥哥牵你上去好不好？快走！这你个滑滑梯。加油！
那么，现在我们已经到这来了，这里的风景简直是太美了，我们到处转转吧。这里的风景真好，空气特别的清新。这里面好多树。明哥啊，来吃包子。好，谢谢。能不能吗？吃完早餐，我们去宝塔上面看一下。这个呢是。现在我和菲菲一起去宝塔。这个楼梯是旋转型的。看到什么了？哇，那边还有一个更高的宝塔。我们现在爬到了宝塔的第一层，我们再往上面去看一下。走，菲菲，我们再去上面看一下。现在我们到了塔的最顶端。果然是站得高看得远，这边的风景真美。现在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一下。咱们这下面是一个高尔夫球场。咱们现在我们就把这边走回去，准备回家了。今天我们就到这了，德里马嘎西，拜拜。